这个以小博大这种刺激又好玩的搏击真人秀，我们在这个传奇人物李小龙的荧幕上我们看到过现实版，我们这种以小博大的跨国界的比赛，我相信在中国的擂台上还没有出现过。在这个中国小伙奥日格勒被韩国巨兽打趴在擂台的这一刻，我们中国军人铁拳周的朋友专三豹这个时间站起来要上演真实版的以小博大搏击真人秀，我觉得这一场比赛一定非常精彩，非常好看，让我们共同期待。我感觉由于周志鹏这场比赛是在自己的家乡，我想他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条件，我更看好周志鹏。当然了，这个韩国这位巨人在今天那场比赛里头，我想他会采用的一种战术可能是我们都想到不到的。周志鹏也说了，我们在那天比赛里面他会采用一种游击战术，更多的使用他的铁砂拳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周志鹏和崔洪万的这场比赛呢，我们这一次比赛还有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这一次比赛我们想通过搏击的擂台让全世界人民看到我们中国的武术怎么样在擂台上和世界搏击相融合，怎么样能把中华武术能够发扬光大，让大家拭目以待。大家好，我是周志鹏，11月份我将跟崔洪万在中国决战，在此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给我加油，给我打气，必胜。